那么上面的电子的摄影机扫一下视线，谢谢大家。我们访问，访问。好棒的。小雨跟郭敬明今天是。Excuse me， 可以再一次。你把今天像是自己办喜事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自己刚刚你们两个就很自然，感觉好像自己男女主角的感觉。应该说我们其实算有默契了，因为我们以前有一起合作过。然后你记不记得在点花，就是在一个也是婚宴场所，然后我们有一起做那个高空然后降落，其实也有一点像是办婚礼的感觉。2009年的时候我记得。对，所以我们其实算是蛮熟悉彼此的。对，那会不会讲跟新郎新娘的交情？我就是佑嘉，我们一起服兵役，然后短短半年的相处，我觉得缘分这是无法用言语形容，就是是一辈子的缘分，很难得。那我是那个女方跟 Kiki， 然后因为我们也是透过交哥认识，然后就变成很好的朋友，然后我们还有一起有出游过，对，就是越来越熟悉这样子。那讲一些祝福的话好不好？永远白头偕老。有没有新一点的？新一点的。小佑嘉，小 Kiki， 期待见到你们。因为我想，因为 Kiki 好像写说他要生一打孩子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祝福，对，就是或是一手这样子，我们就看能够生多少就生多少，然后他们宝宝一定会非常的可爱，然后也要健康的长大这样子。好，